范丞丞，范丞丞，只看自己的电影是不是？我这好像哥布林拍出来。三、二。我一定是能够走到最后的。Love is not kind, you can buy. You want, you can buy. 大家，我看到了。是不是很好听？你可以唱完整首吗？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。太火了，全民都在艾特我。艾特你俩。妈，加油！我会走到最后的，给我加油吧！我不录了。没想到第一次出国就来到了美丽的南美洲阿根廷。哦，好，背太多了。这是你的女搭档吗？你的搭档？他给了我这个。Here is my 搭档 ，my friend。哦。This is for you. Oh, thank you.鹏鹏，因为我家里有点急事，我让我的娃娃陪伴你们从今天的旅程。你想什么？个人的。你好，挺可爱的。为你和 Rose 公布你们的调料情况。发现我的这个跟所有人的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哦，我们想多了。那我今天女嘉宾就是 Rose 了。是呀、啊。失望的布达佩斯的第一天。来为你们两位公布你们的调料情况，你是酸度为二的柠檬，然后 Rose 是浓度为二的苦瓜。啊？哦，对，我一个。哦。阿东，救过来！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！啊啊！啊，公主，太辣了，太辣了。我这个是他、啊、翻译怎么了？谁给谁辣了？谁？谁的？干的。Hello, it's him, cause him from 重庆。谁？你们俩在干嘛？我一个人牵制大黑牛，你们不进球，我押韵。哦，放心，大爷，我帮你们牵制住大黑牛，你们就进攻就行。兄弟们，啊！寂寞来了布达佩斯，跟鱼香肉丝一组，啊！对，还不如让我跟凯哥一组吧，让凯哥装扮成这样，我都愿意。真的？哎呀，那个。范丞丞，范丞丞，只看自己的电影是不是？同档期的对手就这么不摆在眼里吗？热辣滚烫，你这么提醒的呀？范丞丞，别人的电影连看都不看，是不是？回来吧，回来吧。也不怪他，那段时间范丞丞也忙着跑站呢，在忙着维持人生。对对对对对。晚菜，晚餐，晚餐，等会儿，家有儿女挣钱。突然感觉凯哥有问题，我这个玩偶是完全没有必要存在，真的毫无意义。那他那个总得有点意义，他那个如果也毫无意义，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不组成一对呢？怪、啊、接下来要出战的是凯哥和程程。哎，我这个 GoPro 角度对吗？我这好像哥布林拍出来。我觉得你很有可能第一下绝对到在这儿。还有距离感，我的脖子就是尺。
感觉到被控制了有没有？后面有个小猴子。你是声控的吗？我怎么感觉怎么一滴都没进来呀？妈妈的，看那辣椒，他不想赢，给我这个。哎，姐拿这个，拿这个，我怎么拿这个？这个球太大了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太重了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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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行了，我们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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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我站那儿不行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！出来，出来，别让我输出来，太凉了！倒计时4分18秒，最后一组了。加油！下课。你怎么跟喝多了似的？这是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捧都不让捧了，是不是？已经饭肠都快出去了，捧都够不着。我们各组派出一位成员来接受泼水惩罚。凯哥，等等，我刚才淋水了，哥，你这次淋一个吧。你都淋了，你就到底吧。各有各的理由，剪刀石头布吧。哦吼！本来还有一个好形象。凯哥第三，你第四。什么？我还第四？因为你们是两个组。好严谨啊！那我们石头剪刀布干嘛？就决定谁前谁后水量不一样。越往后水量越大。越往后，那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，水量越大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定，我赢了，我定。没，已经有结果了。要一天你黑历史会越来越多的，我今天把话放外。我们是按照传递，由前一位成员泼后一位成员。吃一场，喝第一桶。改了个发型。哇！改了个发型。改了个发型。完了。完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怒火已经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天哪，为什么？比赛基本上是打不到的。等会儿我戴个头盔可以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这样子我又不挡脸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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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看发型。看你的发际线健不健康？要这么远吗，凯哥？我已经准备好接住你了，陈正哥。你这样泼不着的。你要正面还是侧面45度迎撞击，还是温柔一点？正侧，温柔一点。正面，正面，来吧，直击正面，正面直击。不是你给个口，但是附带耍赖的那种。三，二，变一。别挡脸，点着点着行，0.5，点着行，这点我能吓死他了，点着行。好，然后数三二一了啊，三二。
不能捧我孙燕飞，我来吧，我也坐着，你脱胳膊啊，你脱胳膊，来，来，还好吗？还好吧？晕了，晕了。我们还在哪？我们在哪里？你还记得吗？上水。既然节目组把这一棒交给我了，你的腿不准砸到我。好，放心。好，会不会提不动啊？你提得起来吗，范丞丞？感受一下，有点。你要拿稳啊、哦！这容易甩出去。你盆不许砸着我啊！我再说一遍。哎呀！我被抽晕了。我觉得你这差不多了，这些别太多了。行，这些可以。你还得这么提着。坐一起，你干嘛呢你啊？不是，他没不够。你忘了我平时对你好啊？你没事，人一下就过去了，那一下就过去了。够了，够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三二一，三二一。其实水少的疼，对，少的疼，而且这个软你可能力量还分散了。那再来一次吗？炸！那换宋元飞来一次吗？我现在都有点怀疑我自己，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谁呢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你是谁？乱了套了，不知道啊，还是得等甄媛跟雨琦公布那个答案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玩偶出现的，要不然就不能毫无意义，对不对？这个丝儿里有点问题，我感觉这个丝儿里有点问题，因为我的这个宝贝儿确实有点没问题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为什么不让我们两个直接一组了？为什么还要给我们一个他呢？他的意义到底何在呢？他是你们的女搭档呀，今天。他的意义简单而明了。何不如让他扮成这样呢？可不要让凯哥，为什么让不让他扮成这样呢？因为我们需要六组啊。啊？因为我们十个人需要六组，你说怎么办？还是验证了就是他请不过来人了嘛？你早点说嘛，我请苗苗姐来救场啊。我请谁啊？那我只能我一个人跟这个诡异的东西在一块儿了。你就带两个娃娃。